龙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刘永福故居位于钦州市板规街十号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，占地面积为602.86平方米，是钦州市现存最宏伟、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。门口高3米多，设2层门，外层是富有南方特色的托龙，内层是几寸厚的格木板门，十分厚实。中厅厅内壁画、木雕琳琅满目。内容有名山大川、亭台楼阁、奇花异草、彩凤仙鹤，还有牧童樵夫、仙翁神女、圣贤豪杰、武将文士等。家具中有几个独角小茶几，角座为品字形排列的三个狗头钩爪，后座为祖厅，是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，叫庆英堂。这是当年刘永福反对21条庆英抗日的地方。